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滴滴一场才对，滴滴一场攻防六。放心。
哦，看得出来他想干嘛。4, 先打 boss， 好，等一下。One， 死一波。是哦，法师，吉利呀、啊，你有没有 AP 呀、啊、你？多啊吼！啊，算了啦，那个小弟的目光炮比较夸张。但是直接上去，我完全不想打。反正他输出过高，对他真的，我、哦、看这个输出真的是太变态了。各位士兵请注意，请待在家中，不要外出。守卫目前正在处理这场纷扰。
掉下去了。知道卡哪里吗？我不知道。
我已经觉得我的输出很烂了，他怎么可以比我更烂？对啊，打这个两多是怎样？他整体四万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他的装等473哎，跟我一样也是很高的，连五万都没有。嗯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开奖吧。好，这一局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给 DH 控制了，来，开打，484，我要开 YY 啊！不用，引导他哦，我已经没办法再帮你们抬了。我离开了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还是让他吃到一个，他一个而已。我离开了。然后断法给你扣哦。就你进骷髅啊，还没准备好，放心，我现在没有目标，目光破灭。试一下，还有两只没过来哦。没关系，那两只是这样子。他在我电脑窟窿里面。放心。用猎人盯一下月亮。先打骷髅吧。下一个我盾牌反射哦，好，反掉了，让你们断吧。放心。一样哦，你哭了。我帮你把卵泥拉过来了。盾反，放心。我需要目标。放心。去把方尖背了。
虚空龙哎、欸，点点点，跳下去，跳下去。哇，现在盯 DH， 希望 DH 会卡。哎呦！我要拉一个地方，拉到这个卡吧。我等一下还要飙怪的。下一个我断哦。哦，啊、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还没断。他们有断这个没人断哦，我的总不好。下一个我断，这个我断。再给我来吧，我现在没有目标，出去先别打，我要飙怪。迷宫侍者护卫在哪里啊？反正护卫等一下猎人一定就对了。哦，上楼。
你要拉上来吗？对，我拉上目光炮，放心，完了，敢吃力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先打死多德吧，不干了，放心，我起来拉两拳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越拉越多嘞，越拉越多。放心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你打多少算多少？哎呀，一把一把！林姐上步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！因为起来我也没能量。那我先把雷姐的手表，干我的目光炮了。拜托，你的目光炮注意方向。啊，我就不想带目光炮，真的是。因为有时候现在没有人带目光炮了吧？有时候啊，我那个、啊、我没有装啊，这只都没带我，就有就先拿而已。哦，对啊，当然。还不错啊，你的戒指。470三级目光炮，哎、欸，加速零级零级感超棒啊！我之后就要换掉塞全身零级，对啊，塞全因为没有后因没有装我才这样塞，不然我早就把那个目光炮死掉啊！而且有时候也不是我不想注意点这样，是我在闪招他就刚好出去，
但是有过，因为你看哦，你有一个三级目光炮，你的第一名还是雷霆一级，对啊，但是我没有超扯，我真的觉得超扯啊！那战坛真的他妈做坏了。你才说是版本战士，像我远程打这只，等一下是要卡哪里啊？就站在上面就好，台子上面就好，是不是？啥事都不用。你，哇！你们两个。那个光速是三小，就都站在上面打的。二哦，一我二 D H 三换边，一切，好。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。经常要帮我补充补一下电人北七，哎呀我老了，然后再来是 DH。再来啊，我拉错了，看错方，再来是 DH， 有断了断了，再来是 DH， 再来是 DH，讲的是 DK。哎呦，靠腰啊，怎么起啊？无所谓，这太习惯了。那个看到断法在那边转就不开心。现在都可以支援。好。速够吗？嗯，真的够吗？够，好够，应该是够，不够再多，感觉不太够、哦，不够再多补一团助攻应该就够了。我记得是这样子啊，因为如果你清那个，没有，因为你这样拉，你刚刚前面那里，才边清两团吗？你刚才少拉两只啊。你刚才真的少拉两只、啊、你少拉两只真的吗？欸你不走啊，
哦，对哦，我忘了，看完我再跟你讲。哦，你不懂啊？我停手，停手。我这个人有坦克包，哈哈哈。有人跟我讲话，我就忘记我要干嘛。我这个找他两只吗？有吗？有没有记得发誓我？我跟你说，你那个，刚刚平台下面有两只远程的要拉上来一起 A， 不然你，对啊，你不够啦，你这样不够，你这样真的不够，你这样就算两波触手都打，好像还是会少。哎呦，靠，我快死掉了！没有拉吗？无所谓啊，然后看就知道，不够再补吧。哇，你这波也不打？不打、啊。奇怪，我少拉，我怎么记得没有？我每场都这样拉不掉。这一场有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少清那一波而已啊。我少清那一波的。少平台那边的。平台那的。就是我刚才下去拉怪那边那个平台，以前有。对啊，我少那一只啊，我以前会清那一只、啊。然后后来因为那一只趴树跟你拉上来那只是差不多的，我想说用这一只来比看，后面差三只鳗鱼应该可以吧。先打副总，再来打那个，没大招哦。帮我冰一下那一只头头，走过来的那个帮我晒一下冰冻线。好，看他们就要因为我的头尾认真。信任他，他超强的，他连我都补得起来，他是个软包。85.61应该是够了，我记得下去只要84.6就可以了。是啊，84.6啊，应该吧？还是86？够，我记得不够啊。不够，那不是就打死好了？不是还有一波吗？我们先打完，招应该都是 CD 好了。5，4，3，2，1，到时候在那个啊，在进后面那一波。会差一只吗？0.6差，放心，因为我抓的有点紧。
你要跳水是不是？但是我重要。哇，这么专业跳的吗？下果断。下果盾板。放心。右把自我拉开一点，拉开一点。打一下他好了，好像不太够。打一下他，打一下。哦，可以。啊，注意到，再看他的。放心。又不小心飞。这个雷包。啊，跳错边嘛。都错，都去山头娶你了。幸运。战争电烫，恐惧，也不能恐，我没恐到。够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啊，真的够了。为什么？你有多拉什么吗？没有。八十七八感觉又爆趴了。因为这波这礼拜不是拥挤啊。哦，是因为上哎、欸、不对啊，上礼拜也不是拥挤啊。上礼拜拥挤啊！上礼拜是拥挤啊，所以上礼拜下来之前，主要是八十几、八十八吧，还是八十七？八十六，八十六不够，八十八，八十六不够，八十六不够。对，所以下面要拉。所以没拥挤下来，到底是八十四还是八十六？被你们搞一个，我都有点混乱了。八十六吧，八十六保险啊，因为其实你爆不爆都没关系。你那个鱼，你满鱼真的是少打啊。知道啊，我想说算刚刚好、啊，每一只鳗鱼清掉180，你知道盾挡，你知道盾挡一次没有挡到，你的盾墙就要出去了，因为你一次被全咬的话，你的盾墙就要出去了。没有关系啊，我相信我的补丝了，对不对，燕姐？哦，我以为你相信自己很硬哎、欸。没有，没这回事。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我远了吧？无知的想法。你们要我断元一还元二？就是你们元一吗？那这样元二出来，我是怕补丝会死掉哦。DH 是，我会大跳。我 DH 是。那骷髅我二段啊，骷髅我二段。不要，你跟我断这个，你跟我断叉叉你，叉叉你二段，我一段。好的。一个。可以缓吗、啊？好吧，他不吃缓。5, 4, 3, 2, 1.
要断远了。没有啊，你刚刚有断翼啊，断翼就好了，因为我们刚其实早一点就可以出来了，我故意拉后退，他闪招而已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刚才看你们没有出来。第二楼，第二楼，第二楼，我第二楼就开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拉一下啊，灭火。我去晕了，就只晕到一块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别别别出走！这么凶的吗？死掉了，应该是那个面向的问题。我要再快三秒可以加二哎，那加不会。好，这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又没出，又没。